么情况呀？最近这么招风吗？怎么还跟人跟上了呢？哎呀，这人哪去了？刚才在这儿的呢，激流就没了呢。别动，把脚抬起来，姿势不好看。我说你要抢我鞋吧？别臭不要脸，我要那玩意儿干啥呀？说是哪个组织派你来的？不是，我说你是不是老年大学的同学呀？坏了，都跑学校偷窥我去了。我咋那爱偷窥呢？咱俩同班同学。同班同学。开学第一天，你不是代表那个新生讲话吗？嗯。哎呀，讲得好啊。嗯。什么三十不浪，四十浪，五十正在浪尖上，像咱们这年龄正在浪尖上卸浪。哎呀，太对了！我当时就向全校同学的面，我发起了倡议。嗯。必须在80岁之前来个洪湖水浪打浪，争取把你们都拍沙滩。哎呀，对不起啊。哎、这回想起我来了吗？你我没想起来啊，但是有个同学我可想起来了。谁呀？就是有个老头儿，那家伙听我演讲，那兴奋的，那巴掌拍啪啪啪，咔嚓。咋的了？手拍骨折了。他的是骨质疏松，就坐我边上。可惜你了，或者你的讲演，你要这么说吧，我好像有点印象了。还好像啊，就你这记性啊，可得钱治了。唠那干啥？这不属于自然现象，属于天灾吗？哎呀，咱这岁数都这样，转事忘事。是。早上我姑娘给我400块钱，让我交电费，忘了。妈呀！哎呀，用啥呀？用机灵机灵的是。喂，闺女啊，赶紧的，上厨房瞅一眼去。妈临出来的时候忘关火了，还烧着水呢。哎、啊，压根儿没点火啊。哎呀，哎呀，这最糟的。咋整？我说呀，你的记性啊，完了。哎呀，来，都这样。给你。嗯。啥呀？这是啊，专门治疗那个老年记忆力不好的那个专家呀，在那个养生节目上推荐的。好啊，给你买的。给我干啥呀？咱俩不同学吗？那同学也不娘俩，我干啥白要你东西？咱俩谁跟谁？哎嘿嘿嘿，啊，保持点距离啊！啊，来来来，嗯，给你。这玩意儿多少钱呢？你还真给呀？妈呀，我老太太有钱啊，任性！哎呀哈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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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滑呀！真给，那写着呢，全国统一零售价880。就这玩意儿880。嗯，你抢钱呢吧？你没看说明书写着吗？专门治疗老年记忆力不好，它具有显著的那叫8项功效。啊，8项功效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哎呀，就是说白了吧，咱呢记忆力不好，就是脑细胞退化了。嗯，然后这药呢就一粒一粒的，就像那个上了膛的子弹一样。嗯对着您的老化的细胞，啪啪啪啪！哎呀，崩我可怜呐！你说我这是花钱买药呢，我还是开枪给自己送行呢是啊？关键它好使，你好使就好使呗，你整吓人虎道，谁敢买呀？不是你大妹子，你说你是想买呀，还是想买呢？还是想买？倒可以啊，你整两粒我看看。干啥呀？我知道他有没有毒啊？你说就我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小老太太，万一嘎一下过去，多少老头得伤心呢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说咱俩这关系我……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自重，哎，保持点距离。行，我就吃两粒。嗯。哎呀，瞅我干啥呀？我看你吐没吐白沫子。这是正规厂家的东西。哎呀，这玩意儿多少钱来着？哎呀，忘了。哎呀，给我看看。嗯，啊，880。880。嗯，太贵，我就能给你400。大妹子狠呐，夸差一刀干两半了你，我这不吃亏了吗？吃亏是福，我这是给你送幸福呢。你这幸福来也太突然了。不卖拉倒，走了。不是这都开封了，你说我卖谁去？你这那你也就是你呀，要别人跟你说拿来吧。我怕你不卖我呢。
你说也怪了哈，我一捡着便宜呀、我这心里呀、就莫名的兴奋呢。张妹子，这要买的话，你看这钱是不是得给我？给你，多钱那玩意儿？等会儿，我得先试试。你吃不等于我吃啊？看啥呀？我看你没吐没吐白沫子。我吐白沫还能跑得了你呀？哎哎，有啥感觉没有啊？好像有那么点感觉了。那你就想没想起来点什么事儿？你家那小二楼。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，我到凉台上推开窗户去晾衣服，他就在我窗前经过，突然晾衣服的竹竿从窗口滑落，裤衩就砸在了他的头上。你终于想起我来了。也许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。我记着有两位古人，他俩也是这么认识的。那是西门庆和潘金莲，不是咱俩。他当时抬头向我望了一眼，我当时浑身就有一种触电般的感觉。哎呀，最后他用他那嘹亮而宽厚的嗓音为我演唱了一首《爱的主打歌》。摩天子嘞，脚踩到，多么熟悉的声音呐、陪着我多少年风和雨。也许，哎，不对呀，你咋对我初恋这么熟悉呢？你仔细看看我，我就是当年那个磨剪子抢菜刀的小伙子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开学第一天我就把你认出来了，那么暗示你，你都不搭理我呀？得亏这药啊！不是，你说你这些年你过得咋样啊？哎呀，别提了，要不是当年你爹老糊涂啊！谁爹老糊涂啊？我爹那不是为了我好吗？你说他要让我嫁给一个磨剪子抢菜刀的，我背不住这辈子呀，就得在那刀尖上行走，在刀光剑影中度过了。哎，不对呀，你说你刚才磨磨唧唧又絮絮叨叨的跟我唠了这些没有用的，你是不是看上我了呀？我不行，我这把单刀能给你配成一对吗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你也太直接了。飞刀斩乱麻嘛。哎呀，哎哎，你给个通个话是啊？相见不如怀念吧。俺家老头子比你还硬实呢。你那还双刀的？这事儿扯的，哎呀，磕碜死了。哎呀，得了，别唠了。那啥，你要钱煎啥买了？你把钱给我吧。我不给你钱了吗？你没给我。这人儿，哎，你说你给我的药、我给你的钱吗？一手交药一手交钱吗？你没给我钱。我给你钱了。你记错了，你要给我钱我兜里能没钱吗？我现在浑身上下连100块钱都没有，你看看100、200，我哪来的这些钱呢？幸亏我刚才矜持了一下，鉴于你现在已经到了坑蒙拐骗的地步，我必须给你个明确的态度了。你呀，滚犊子吧！不是呢，大妹子，我这是啥记性啊？你说，人家给一半钱了，我还要什么钱？这事闹的，哎呀，哎不对呀，我这钱是我姑娘给我交电费的钱呢。哎呀，大妹子，你真没给我钱呐！哎呀，大妹子，你等等我呀！哎，大妹子。